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Vivian， 每天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动态和深度解读，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AI 热点吧。谷歌 I/O 2025开发者大会，这简直就是一场 AI 和黑科技的狂欢派对。谷歌这次直接把 AI 塞进了所有产品里，从搜索到眼镜，从视频生成到编程工具，就连你家猫都能被 AI 服务到真正的全家桶攻击。一，作为本次大会的灵魂主角， Gemini 模型迎来史诗级升级。 2.5 Pro 版本的模型轻松破解数学奥赛难题，编程能力比 GPT-4 Turbo 还强，甚至能帮你自动重构代码、写测试，妥妥的程序员摸鱼神器。新增 Flash 和 Diffusion 版本，Flash 版更省流量，适合日常高频使用， Diffusion 版则生成速度超快，写文案做设计分分钟搞定，每秒能生成10000多个字符，效率拉满。语音功能逆天，支持24种语言，能模仿你的语调、口音，甚至悄悄话都能精准回应，简直是语言小天才。二，搜索彻底变天， AI Mode 让搜索更懂你。对话式搜索，比如你搜港式茶餐厅推荐，它会自动生成带价格、评分、外卖选项的清单，比本地生活 App 还贴心。你还能上传街景图，直接看图找餐厅，路痴福音。记住你的喜好，如果你总点鱼蛋面，它就不会推日料，还能关联你的 Gmail、 日历，推荐更私人化的内容。比如你最近出差多，它会主动提醒你订酒店、查天气。多模态交互，不仅能文字搜索，还能语音、图片混合提问。比如你拍张植物照片，它会告诉你名字、养护方法，甚至附近哪里能买到。三，硬件黑科技，Android XR 眼镜和 Muhan 头显。本次发布会的另一大看点，82克的 Android XR 智能眼镜，它到底能给咱们普通人带来怎样不一样的体验？先说最直观的，解放双手，逛街迷路，看地面，箭头直接画出来导航，跟玩游戏似的。开车想回消息，说句帮我回马上到，眼镜秒发，安全又省心。出国玩不抓瞎，菜单扫一眼，镜片秒显中文翻译加推荐菜。跟老外唠嗑，你说中文，他的话变字幕，你的话转英文读给他，全程无缝沟通。娱乐体验直接开挂，等车时戴眼镜，眼前飘出悬浮巨屏，刷剧如包场，异地视频能变 3D 小人，面对面挥手，比普通视频有意思多了。设计完全没负担，才82克，轻得像墨镜，还能换 Gentle Monster 等时尚镜架，上街不突兀，摸摸镜腿，切换功能，摇摇头，拒接电话，老人都能秒会。价格比苹果 Vision Pro 亲民太多，学生党还能免费试用一年。安卓直接连手机，剪视频等复杂任务，眼镜还能搭把手。当然也有顾虑，带摄像头、麦克风怕隐私泄露。谷歌说，大部分功能本地处理，敏感操作得你主动唤醒，长时间戴雷眼。单镜片设计挺舒服，还能随时开无干扰模式，大家可以放心充。 Project Muhan 头显和三星合作的沉浸式头显，能看 3D 电影、玩游戏，还能和 Gemini AI 互动，比如虚拟会议室里共享文档、白板协作，打工人的摸鱼天堂。四，内容生成革命， AI 导演和音乐大师， Veo 3视频模型生成视频带声音、背景音、对白、脚步声全搞定，还能控制镜头角度、角色、口型、同步。你说拍个森林动物开会的动画片，
它直接生成完整短片 Imagen 4图像模型，支持 2K 输出，文字拼写准确，风格任选。设计师输入复古蒸汽朋克风格海报，它秒出图，还能一键导出到 Figma， 效率翻倍。 Lyria 音频模型能生成专业音乐合唱，结合 Flow 平台直接搞定电影原声。五，开发者狂喜，工具升级解放双手。 Jules 编程助手能自动重构代码，升级依赖项，把几小时的工作缩短到几分钟。你写代码的时候，它还能实时纠错。新手也能变大神。Code Assist 支持200万 token 上下文，代码审核、长文件解析不在话下，还能根据团队规范自动优化代码，简直就是程序员的贴心小棉袄。Stitch 工具用自然语言生成 UI 界面和前端代码， Figma、HTML 一键导出，设计师和程序员的协作更丝滑。六，最后一个亮点，订阅计划，按需付费，丰俭由人。 AI Pro 月付 19.99 美元，能用 Gemini 2.5 Pro 深度搜索等，学生还能免费一年，适合日常使用。 AI Ultra 月付 249.99 美元，解锁 Veo 3 Imagen 4 30TB 云存储，还有专属智能体 Mariner 帮你订票、下单、写总结，土豪专属。本次发布会就像一场未来科技展， AI 不再是冷冰冰的工具，而是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从会说话的搜索到能翻译的眼镜，从自动生成的视频到解放双手的编程工具，正如大会结语所言， AI 不是替代人类，而是让每个灵魂更专注于热爱。如果您对人工智能充满好奇，想要及时了解这个正在重塑我们生活的科技领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